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但没有比那个啦，正牌的还要的讲话很好讲。我要讲什么？我叫喇叭。然后今天的表演的形式比较随性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安排特定的歌手，就是如果想要唱歌的朋友啊，就是只要有自备乐器，那自己伴奏都是可以上台来表演这样。那一个人以三首歌为限，那如果说表演三首歌的话，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饮料兑换券，然后可以去前面的铁花霸兑换饮料这样。好，所以可以，那个黑板可以写名字，对。那我有点。我来唱歌好了，对，看唱完歌会不会有人也想要，就是你知道 PK 不用到 PK 了，就是大家一起来玩嘛，这是一个很随性的舞台，都非常的欢迎大家这样。那我先不要讲话了，我觉得我用唱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今天我先带来第一首歌是那个一首好听的英文歌。蔡健雅的一首英文歌，好，谢谢。What is it about love?
随性，像我刚刚就忘词了嘛，你们应该不介意吧？没有关系。